是谁？我是谁？不要一直笑，我啊！我是谁？一直笑，我脸上很好笑吗？长得很好笑哦。快点，你要吃饭吗？你要不要吃饭？你要不要吃饭？你现在听懂我跟你说什么吗？哎，你要不要吃饭？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怎么这么可爱？这个人是谁？嘿，怎么这么可爱？你一直笑哎，刚刚突然间醒来，马上坐起来又一直傻笑。快点，吃饭，吃饭好不好？我们吃饭好不好？看，一直笑，好，我去装饭哦，我要煮稀饭，很棒哦，吼，舒晨，那你们都，你跟他们抱抱呢，吼，很棒，好，这个是舒晨哦，你讲话，好不好？好不好？我们都像小孩般，很容易迷路，走在娑婆的旅途。总看不清楚，一直跟着轮回转，感到很无助。娑婆世界的迷惑，何时才能摆脱？佛陀诞生在娑婆，是来度众生。不能切下去。好了，我不会切人当包。等一下，好了，好，下一个。现在要去洗澡了。Hello， 孙子们啊，大家好。很高兴哈，你们要迈入学习的第三阶段了。幼稚园、国小、国中，高雄的双胞胎是第二阶段，要去第三阶段。对啊，哥哥是高中，看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哥哥要去第五阶段喽。
有那么快啊？高中是第四个毕业典礼啊。哦。你要去大学喽。哦，要加油啊哈。嗯。功课不要太烂，但最起码也不要逼得太紧了哈。嗯。就顺其自然，慢慢走向另一个学校学习的里程碑。好，阿婆呢在这里呢，祝福你们，步步高升，然后，要乖乖听话，好，然后，希望你们呢，学习也更上一个阶段，让阿婆心里会觉得很温暖，虽然可能以后见到你们的日子不多，但是我会在心里面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好好的把这快乐的读书阶段啊，读书的过程能够一步的向前迈进，好不好？希望是孙子辈的们大家都能够平安赶快的长大，嘿，好，听到吗？好，会的。会的，他们都会平安健康长大。你自己呢？你要多吃一点。会，你们不用哭，我会，用很深的祝福你们能够平平安安、快乐的长大。然后我呢会在幕后祝福你们，顺顺利利。走完这该读书的阶段了哈，拜拜。好，就先这样子咯。好，拜拜。拜拜。
天色渐渐光，消失在眼前。细汉的时阵，甲阮讲话，甲阮来学行，一步一步，慢慢牵阮行。有时惊阮寒，有时惊阮。剩甲阮看，总是一双手温暖的笑容，点点陪在阮身边，辛苦甲阮吃，希望帮阮担，阿妈永远是靠山，感谢有你来疼惜。
是故为夜曲诵经功德，会以三昧罪皆的亲人、贤弟、臣母、领儒们，忏悔三业罪，往生极乐国，佛命佛佛。还请我们的家人双手都请放下来，请往前站至左右两侧的打理位置。也来迎接我们在场外站立我们所有求福的至亲好友，我们都以家之敬礼会唱来就坐，家典礼随即来进行。日吉时疗，天地海真，贤弟臣母领儒人，出兵道别典礼，家典礼开始奏哀乐。首先灵性上门上女，我们请灵前就位，来请我们的儿子以及女儿请灵前就位，来请我们的上男站至中央的主殿位置作为代表，女儿我们请站至后方，双手请合十，灵前上香仰上上门上女上女皆以清香一致，请上最敬爱的母亲大人之礼位，行三拜礼，请拜，再拜，三拜，请手香。家里是我们的儿子、女儿，我们请原地跪下来，灵前献花。敬献鲜花，请拜；献鲜果，祭奠鲜果，请拜；献酒饭，敬献酒饭，请拜。接下来将我们的女儿带公主，我们的最需要，献给她最亲爱的妈妈。我知道你现在在这里，对不对？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是凤凰花开的季节。凤凰花的花语是离别，因为它盛开在五六七月，是学生们的毕业季。没想到你选择了在这个季节跟我们告别，让我们对你充满浓浓的依依不舍。六月三号那天是舒晨、怀真、季瑜的毕业典礼。舒晨在毕业典礼结束之后，直接穿着毕业生的制服，就来到病房，来到医院。他要给你看他穿着毕业制服，他毕业的样子。突然间，你跟我说你要录影，你在等我，你还问我说，你不是要帮我录影吗？我都准备好了，你怎么还不开始？好，当然好啊。内容是祝福这些毕业生和孙子辈的鼓励的话。我在旁边听得很鼻酸，这是你生前最后一次清醒地说出这么长串的话，一口气说了两分多钟。谁能想到在十天后你已辞世长眠。去年2023年的5月25号，
当医生宣布是肺腺癌第四期，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一共384天，一年多一点点而已。也自从知道肿瘤转移到脑部之后，你的病情断崖式的恶化，13天，仅仅13天，安宁照护的医师来不及居家探视，14号要探视的，穆医师还来不及正式签约，也是14号签约，你却在13号的晚上离开了我们。我该说你贴心吗？没有让我跟哥哥辛苦太久，自己默默地承受疾病折磨你，也从来都没有听你哀过一声，没有。6月12，我看见你因为疼痛而显得有点躁动，看见你用尽全身仅有的力气一直在叹气，我看得很不舍，无法帮你分担疼痛，也无法知道你到底有多不舒服，在你耳边告诉你，我们去医院打吗啡止痛好吗？你没有给我任何回应，似乎在思考着要不要去医院。我摸着你的头，我又问你一遍，妈妈，乖，我们去打吗啡好吗？打了才能止痛，才能舒缓。你后来终于点头答应了，119把我们载到急诊室，终于打上吗啡。看着你渐进式的昏沉睡去，状况非常的不好，但我知道这样你才不会痛苦。6月13，这天你一直在流眼泪，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的直觉就是要把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们全部都叫回来。也有问你，我叫他们回来看看你好吗？你的目光虽然没有看我，但是你点头。我当然马上就算要他们请假也要叫他们回来。我也还跟你说，明明有个会议要开，回到家是3点，你等等他好吗？你依旧只有点着头。晚上9点，我一直不想回家，我很怕你有变卦。我摸着你的头，我告诉你，你不可以在我们都不在的时候自己偷偷跑出去玩哦，你不可以调皮哦。你都听到了对吗？就在这半小时后，你吐完最后一口气就不再吸气了，真正的离开了我们。你真的很勇敢，很勇敢，从头到尾都是清楚的知道放弃治疗后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直至死亡。你坦然的面对，你欣然接受，你的一切都让我好心疼，好心疼。这辈子你太辛苦，太辛苦了。世界以痛吻你，你依然对这个世界友善。妈妈，这一世谢谢你的生养照顾，谢谢你无私的疼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多么让人沉重的一句话。妈妈，这辈子你真的很辛苦，现在你已功德圆满毕业了，所有的苦难俗世尘缘皆已结束，心无挂碍的跟随佛祖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我跟哥哥会好好的照顾自己，把悲伤化为祝福。谢谢你，我们大家都爱你。谢谢。小南，抬起头来，看着躺上最敬爱母亲大人的相片，回忆着过去，妈妈总是辛苦之际，勤俭之际，为的就是给我们两兄妹过上最好的生活。在今天，要来与您做道别了，请您放心，请您放下一切无挂碍，带着家人的祝福，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好好的修行养生。小南，这里小妹，谨以清香，
鲜花、鲜果、醉斯文之仪，请向最亲爱的母亲大人之礼跪，行三跪、三拜、九叩首，报恩大礼，请叩首，双手起伏地，抬头，再叩首，三叩首。请起立，请双手叩十，请拜，再跪，再跪，临前谢亲恩，请叩首，再叩首，六叩首，请起立，请双手叩十，请拜，中跪。中跪礼前又告别，请叩首，再叩首，迈叩首，请起立，请双手叩十，怀着感恩的心、祝福的心，要来奉上最敬爱的母亲大人，前往西方路上，一路顺心，谢拜。礼成到女士，向女士请领前就位，领前上香。向女士，请向最敬爱的岳母亲大人之礼位，行三拜礼，请拜，再拜，三拜，请守香。领前献花。谢谢鲜花，请拜。谢鲜果，祭奠鲜果，请拜。谢酒醉，敬献酒醉，请拜。小事，请向在金针的岳母亲大人之礼跪，行三鞠躬告别礼，请鞠躬。鞠躬，三鞠躬，礼成，请赴大礼位置。嘉宾礼，接下来领受我们的孝外甥书成、书玉，我们请领前就位。来领受我们的哥哥，站至中央的主殿位。弟弟，我们站在哥哥的后方，双手请合十，领前上香。孝外甥，请向最敬奉的阿婆大母之礼位，行三拜礼，请拜，再拜，三拜，请守香。孝外甥礼，我们都请原地跪下来，顶前献花，敬献鲜花，请拜。献鲜果，祭奠鲜果，请拜。献酒醉，敬献酒醉，请拜。最亲爱的吉祥之人，现在跪在你的礼堂前，来跟你上香，来跟你送别，是你最疼惜的晚辈，你的小晚生、书成、书玉，以及在准备学业的书生，你就要保佑他们身体安康、课业顺利。小晚生，请向最敬爱的国大的指引位，请三叩首告别礼，请叩首，双手请伏地，再叩首，三叩首。请起立，请双手合十，请拜。礼成，双手请放下来，请再回答礼位置。在嘉宾里，接下来礼请的是我们的外家代表，在店里欢唱《你与我们夫人为兄弟姐妹的》，我们都请领前就位。来，礼请我们的上来，请起立，请再回答礼位置。嘉宾里，现在礼请我们的外家平辈兄弟姐妹，我们都请领前就位，领前上香。
在离线我们两侧哪一位的家人，我们请远离柜上来。外家代表一同，请现最敬爱的姐姐、妹妹之灵位，请三班立，请拜，再拜，三拜，请手香，灵前献灯，敬献鲜花，请拜，献鲜果，祭奠鲜果，请拜，献香茗。祭奠香茗，请拜。外家代表一同，请圣最眼睛的姐姐、妹妹之礼位，请鞠躬告别礼，请鞠躬。立晨，请转身面向男家眷，请鞠躬叩首回礼答谢。女家眷，请鞠躬叩首回礼答谢。来请我们的长辈舅妈阿姨，双手比试一下。两侧的晚辈起来，请扶位，请坐坐，谢谢您。福包兄弟姐妹，我们的福包姐、福包姐夫、福包妹、福包妹婿，我们的姑姑、姑丈，我们都请领前走位。嘉宾里，接下来是我们的小外甥。小外甥在店里会唱，您要称呼姑妹为姑姑、舅妈、阿姨的外甥晚辈，我们都请您前九位。来，请推断一位辈分比较大的站至中央的主殿位置，后方的晚辈一同，请两位并排。小侄生、外甥生，在店里会唱，您要称呼姑人为姑婆、舅婆、姨婆的孙子晚辈，我们都请领前九位。您是我们少女婿的兄弟姐妹，以我们的少女婿的爸爸，我们请领前九位。在讲典礼最后，自己再次来请教，是否有自己教师力？上位礼请到，您与我们夫人有宗亲、主亲、外亲关系，还是因为车程、路程关系比较没到亲戚？我们都请门前九位。倘若没有，乐队老师请准备。贤婢、乔木、李如伦、楚明告别典礼，嘉宾礼再次圆满礼成，奏曰。来，礼请我们的家人，我们请初夜，我们请平生面向初六与会来宾，也来礼请我们在场外的至亲好友。倘若我们有要参加宫殿礼的至亲好友，请至前方签名册填写宫殿单。加油场外的工作人员，喜欢安排宫殿顺序，谢谢您，感谢您。在宫殿礼未开始之前，是以受家属的委托，代表家属表达内心无限的哀感谢意。来的是我们的家人，我们都请脱帽，我们请将头上的商帽拿下来，请脱帽，请向所有与会来宾行一鞠躬礼，请鞠躬，请抬头。家母日前设佛祖庄印，往去西风，今日在此举行庄严隆重的告别典礼，感谢各位长官贵宾、至亲好友，在百忙之中拨空前来念香祈福，以及这段期间所捐赠的鲜花、果品，都是我们倍感哀荣。只因服丧期间，少妇在身，不便一一登门拜谢，失礼之处，还请多多包涵与见谅。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家母正值享受一家和乐、幸福美满之际，竟然回归西方，抛下了温暖的家庭以及孝顺的孩子们，虽然使人无法承受，却也无力来挽回。但愿佛祖接引，上品上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希望各界长官贵宾、至亲好友能够秉持着过去的热情，继续的鼓励、关怀与鞭策，相信家母也会含笑在天的。最后，
要来祝福各位长官贵宾，事情好用，事业飞黄腾达，家家吉祥，户户大隆昌。再次来礼请我们的家人，请向所有与会来宾行一鞠躬礼，请鞠躬。谢谢你们，感谢你们。中华满天上，瑞光照人寰，佛祖来接应，贤弟超目领如人，出兵诺比典礼，奉典礼开始奏乐。擦干的是你，我第一次跌倒时搀扶的是你，我第一次喊妈妈呀最开心的是你，我第一次离开家送我的是你，我第一次有成绩最激动的是你，我第一次绝望时呼唤的是你，我第一次懂事时夸奖的是你。好好休息，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你走后的天空一直下着雨，带上你心爱的油纸伞，妈妈你要照顾自己，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我们约好了吧，约好了吧，来生在这里团聚。我第一次离开家送我的是你，我第一次有成绩最激动的是你，我第一次绝望时呼唤的是你，我第一次懂事时夸奖的是你。好好休息，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你走后的天空一直下着雨，带上你心爱的油纸伞，妈妈你要照顾自己，我们约好了吧，约好了吧，
来生在这里团聚。我们约好了吗？约好了吗？妈妈，我在这里等你。同分是公社，主天者同分是师长，罗水珠师长因公忙先行念相离席，会有我们的机要秘书代表潘吉龙亲临前者问议。民处进步到苗栗县党部立法委员审查会苗栗办公室，由主任委员陈志贤亲临关心祝福，谢谢您，感谢您。同分市民代表会，由主天者市民代表陈学林代表亲临前者问议。苗栗县议会，由主编者市议员陈光轩亲临前九位。苗栗县政府，主编者县长钟东进县长因公忙不可前来，由办公室主任林伟生、秘书陈光宇、赖慧香，由我们苗栗县议会市议员萧永轩亲临前九位。同分里办公处，由主编者里长汤德富里长亲临前九位。李庆公殿单位，苗栗县议员文君佑，同分市民代表会主席温怡静联合服务团队，主天者县议员文君佑代表会主席温怡静，因公忙不可前来，由服务助理温巧如亲临前座位。苗栗县议会副议长张淑芬率领与殿者代表许先伦代表、秘书罗正田一同亲临前座位。苗栗县议会主天者县议员郑志兰因公忙不可前来，会由服务处秘书林雨欣亲临前座位。立法院立法委员邱正军立委因公忙不可前来，由我们的市民代表苏兴安以及我们的三峡里里长徐仁忠、秘书庄正师亲临前座位。苗栗县议会由主编者县议员陈永贤请临前九位。同分市民代表会由主编者市民代表周迅玉请临前九位。同分国中第三届同学会由主编者同学代表刘凤美以及女编者范贤义请临前九位。台湾宝莱德公司由主编者刘香丽率领女编者同门一同请临前九院。东庄国乐班由主编者东庄里里长肖真英率领与编者一同亲临前九位。东庄社区发展协会由主编者理事长庄仁生理事长率领与编者一同亲临前九位。苗栗投份救国团委员会由主编者会长陈宇斌率领与编者一同亲临前九位。投份民防中队由主编者中队长吕太良中队长率领与编者吴建征、周志康一同以及胡安鹏亲临前九位。庄党西导人福利促进会由主编者理事长洪锦苗理事长率领与编者一同亲临前九位。北京老人关怀国乐团由主编者团长林秀珠率领与编者一同亲临前九位。看到你美丽灿烂的笑容，让我想起了在北京老人关怀国乐团的这些日子。从我创团近十年，你亦是玉金的创始元老，我们一起去老人安养中心一演，你一直任劳任怨带动跳，有你的舞蹈增添不少的光彩。你是这么阳光的人，你做到了落实社会公益的行动，给长者散播了爱与关怀。今天和玉金的伙伴们站在你的灵前，也感同你的存在。你就像巨星一般突然陨落，让我们心痛不已。如今你功德圆满，任务已完成，
也已经没有挂碍，姐姐特地来送还你至公证，你已功成身退，祝福你在远方也还是一颗闪亮的爱心天使，你的大爱永远存在，感恩你玉京人一同祝福，由我们团长林秀珠来守法。带领亲友的上来，我们请出列，来去接受我们妈妈的记录册。我们请诸位，我们的艺人代表红红小姐，我们请领前九位。成滨建设公司有主编者合助陈友龙，请领前九位。在公厅里最后，自己再次来请教，是否有自己教室里尚未来请教的公殿单位，我们请门前九位。倘若没有，娱乐老师请准备贤弟乔木领如人出殡告别典礼，公殿里再次圆满礼成奏乐。
好好好
起起落落，忙碌地活在希望里。
间的悲欢离合不如意，都将是生命短暂。让我们在心中永远怀念。你和我都曾经历风雨，再坚持何让不见犹豫？起起落落，梦里都在希望里。眼前的悲欢离合不易，终将是生命短暂回忆。对呀，我要给你什么？我说我给你自己的包，我一直要带着我。跟你说话意思啊，我们讲道理的，我想让你知道。一路的风景都是否有人陪？如果天堂真的很美，我也希望你不要再回，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会掉眼泪。你是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在我迷失的黑夜
指引我前行，必是有你陪伴我身边。此时你我已是天上人间，我想天堂一定很美，你才会一去不回，一路的风景都是否有人陪。如果天堂真的很美，我也希望你不要再回，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会掉眼泪。也要记得回家，曾经的我只想远走高飞，如今回家却是物是人非。我想天堂一定很美，你才会一去不回，一路的风景都是否有人陪。如果天堂真的很美，我也希望你不要再回，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会掉眼泪。我想天堂一定很美，你才会一去不回，一路的风景都是否有人陪。如果天堂真的很美，我也希望你不要再回，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会掉眼泪。你是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在我迷失的黑夜指引我前行，必是有你陪伴我身边。此时你我已是天上人间，我想天堂一定很美，你才会一去不回，一路的风景都是否有人陪。如果天堂真的很美，我也希望你不再回，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会掉眼泪。也要记得回家，曾经的我只想远走高飞，如今回家却是物是人非。